这个也我想做出盆景来，也会很好看的。我这些小的盆景呢，我基本上的盆呢都没有买，都是捡回来，人家扔了我捡回来用上的，拿来做这些小不点的盆景是很好看的。把兰花做成盆景，我把这个日本蝴蝶兰放了，这个是做的是松花壳做的，上面下面有放的是陶粒吧，珍珠岩，还有就是木炭。我这个盆呢是没有漏洞的，我下面呢会放点水，有木炭呢，木炭能有起到过滤水的清新剂的作用，这样子呢，如果放水呢，它比较不会有细菌，它有过滤的功能在那里。我是下面是放了，你看的是珍珠岩和木炭，在上面就是松花，这个毛毛的呢是那个 fern tree 那个 fern， 我是这样子做的，一个能保湿，一个我也希望它的根能扎在这个松树壳里，这样子去做一个盆景。我四周围呢估计呢以后呢我会扦插些小的枫兰在四周，像我买的这些小盆的枫兰呢，我会逐步逐步的在四周围把它种上，这样子起到了一个盆景的观赏价值在那里。这些小的盆景也就是枫兰，如果要跟它种在一起呢，相对来讲会比较衬托。这是我的构思，希望这个构思能实现，也希望这些兰花在一起呢有奇迹出现和成长过程是良好的。简单的构思已经做出来了，但是我的小型的枫兰呢只有这三棵，我上回去兰展的时候呢没有买的多一点，估计下回我要碰到了呢我还会继续再买多几盆把它给种满它，因为这旁边呢还没有满，这就是我下一步的计划吧。先把这个盆景先稍微的做出来，其实也蛮好看的。如果我上面呢再放点白的石头，或者放点这些就是叫海螺吧，放点上面呢，衬托一下那个景色会，就是会不一样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多加关注。你们也可以借鉴我这种方法去尝试一下做这些盆景，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构思，也给家居点缀了一个美的观赏。再说了，这个日本香兰呢，我很喜欢，它开的花呢放在房间里呢特别的香，那个味道是很清新的香味。其实我很建议大家拥有这个品种的。